大家好，我叫陈杰宪。大家好，我叫苏志杰。那我要带你们去看我们白话三 A 的休息室哦 ，Let's go。来，首先先为你介绍一下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名字、灯牌子、柜子，就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三 A 的时候就待遇都还不错，你看有名字，衣服还挂着帮我们用好。然后之前好像就是没有烘好，就是衣服都湿的，直接跟他讲说没有烘好，然后他就会帮我们烘。对，马上哦，及时。特别为你介绍一下食物区。没了。炒饭没了。被大家吃完了。也是俊伟吃的不完。二爷都买了。谢谢。OK， 控制没都吃不完。好，那听说这个球场是今年落成。那设备都还蛮新的，那我觉得厕所蛮特别的。对，正常这个厕所是应该是普通的厕所而已，不是有什么功耗吗？对，刮胡泡、法拉，还有梳子、漱口水、小杯子，什么都有。啊，卫浴的地方，你要进去拍吗？那我觉得厕所真的蛮特别的。那听说因为下雨天，导致于比赛取消这样子。那这三场当中，今天有先发。那觉得自己蛮可惜的，那希望明天的双重赛还是可以先发这样子。啊，我补充一点，就原本在台灯就有点衰了，啊，来到这边就下雨，所以大家希望都怪我说是不是我先发，所以天气变这样子，应该是啊，我也觉得。